嚟今日嘅嘉宾，年轻钢琴家任嘉玉。歡迎你，大家好。嗱，刚才你为大家演奏嘅一曲咧，就叫做《Autumn Heart》心之秋。我知道系你自己嘅作品嚟噶噃。系啊，你几时开始咧创作歌曲噶？我是由9岁开始作第一首歌的，那阵时我作啲好简单的歌，是关于动物的，我好中意作曲嘅，真系。点解咧？有咩咁吸引呢？因为我好中意平时咧喺个琴上面自己去随意咁样弹啲旋律，跟住咧就将用音乐去将我嘅心情弹出嚟，去表达我嗰阵时嘅心声。我好中意咁样，因为音乐对我嚟讲好重要。好重要啊！我仲知道嘉玉咧，你有一啲外国音乐学院嘅专业资格，仲参加过好多国际性嘅比赛。咁你去过边度，同埋边度地方咧系最深刻咧？我去过意大利啦、澳门啦、日本、韩国等等嘅国家度表演同埋演出嘅。咁我觉得最深刻嘅一次就系意大利，因为嗰阵时系我第一次去嗰度演出，嗰啲居民咧好热情咁样去听我弹琴，同埋佢哋真系会好深刻嘅印象，因为点讲咧，佢哋。是不是意大利人很熱情的是啊，而且那時候去比賽那些很多不同來自其他國家的選手都一起來參加，所以就學到很多其他國家的我想知道嘉玉姐姐很有善心的，你經常用音樂去幫助有需要的朋友，不如你跟我們分享這方面的經驗吧。好啊，我參加過很多義工的團體，就好像之前四川大地震那樣，我都有為他們去籌款的表習演奏的、我覺得用音樂可以去幫到人是很有意思，還有音樂除了可以因為這樣去籌款之外，也都可以送上我的祝福和慰問。今天真的多謝曬嘉玉上來跟我們做這個訪問，明天的放學 ICU 再跟大家見面了，拜拜。